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圈的实话》，我是圈鬼，今天要玩一点《The Flappy》国外的 Festival。对，没错，今天我们要来初见 Master 啊。我在这里先说一下，今天录制时间刚好是 Ruby 的生日，然后，我有抽那个 Ruby 的生日券啊，因为我日版跟国际版各只能抽30颗，所以我就没有拍影片了。不过呢，这个日版这个状况抽的状况可以说是非常的糟糕啊，到是国际版那边人品大爆发，中了几张 U 我就不说了，好不好？总之就是对日版，最近日版的人品一直都不是很好。好，总之就是这样。总之今天是 Ruby 的生日，刚好今天这个水团出了新的 Master， 水团出 Master 是非常少见的，而且这一次是12星的。君の心は輝いているかい？我没念错啊。好，总之这是非常有名的歌曲哦。这个水团刚开始好像很初期就出了，算是最初的感动。他出了 Master 哦，然后这首歌它是12星没有滑条，这个通常就是会让人有点害怕，通常这就表示可能会有很多楼梯之类的。好，那现在刚好也是这个千哥跟 Ruby 的活动，没错，是 Ruby 的活动，所以我现在要冲，我要拿两张 Ruby， 然后又是排名哦。不过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们打这个一般在 Life 的打歌是会拿道具的，所以这个没有浪费体力的问题啊。我说我们就出现给大家看哦，这样子不要死好不好？因为如果楼梯真的很多的话，就算是我也是会爆炸的、啊，好不好？我们知道看有没有 Aquas 成员的副队长，好，有，然后我们就使用这个全员是水团的，对，然后我不知道可不可以 S 欸，因为我平常没什么在练水团的卡片啊，希望是可以啊， combo 拉长一点应该可以，那我们就开始哦，来看看谱面到底长怎样，希望是可以打好一点好不好？希望其实有点意外，这个感觉在十二星里面没有那么难，对吧、啊？我感受到它有些难的地方，就是散打比较多，但是它，我觉得以十二星来说，它算是做的比较仁慈啊，因为这首歌说真的，你说做到十二星，我也是蛮意外的，所以你说要做到像 Loveless World， 我记得是十二星吧，我只记得那首很难。或者是像什么 Music Start 之类的，因为
我为什么拿这两首歌来比？因为这两首歌在 Muse 里面算是比较经典的。那这一首 Kimi Kokoro 这一首，它是在水团里面算比较经典的。所以通常这种的作奥比较难，我们都会想说它是不是塞一些很难的东西。不过好像是还好，它就是散打比较多。所以要我来评的话，我觉得这一首在十二星还是算简单的。所以对啊，所以它是有难的地方，但是因为之前有太多十二星都是，我们都觉得十二其实可以分十二跟十三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有些十二就很难啊，难到会死掉那种。无强败 FC 吗？这我倒是蛮意外的，真的假的？无强败 FC 耶！哇，这个我真的很意外，因为这首我刚刚说这首它算简单没有错，所以有强败 FC 是我觉得是不难，就无强败 FC 耶，真的假的？初见无强败 FC， 哇塞，这我真的是有点意外，因为我觉得有几个地方没有打准，就居然是无强败 FC 耶，哦，第一次无强败 FC， 好吧，就是这样。那一样齁，以上是我对这个普遍的看法。那你们知道为什么？你们知道为什么要挂 SR 的 Ruby 当多一张吗？对，因为我抽不到 Ruby 的 Ruby 的 U 啊，我抽不到 Ruby 的 U 啊，我真的很难过。好，就是这个样子。然后一样齁，各位看官对这个普遍有什么看法，都可以提出你的想法哦。然后各位看官可以看到，这边全部不是空半就是半没满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真的很少在练水团的卡片，我来这边跟各位看官道歉。哇，无强派 FC 耶，这我真的是蛮意外的。好，大概就是这样，以上就是我们的这个 Master 初见啊。那各位看官，就是如果想加我好友的话，一样先看一下影片下方的说明。简单来说就是，请你至少先跟我说，就是你是谁，然后玩什么版，然后想要加我好友，我都会加，不要不吭声，就是这么简单。还是可以稍微去看一下影片下方详细说明。那如果你喜欢熏骨烈这样玩 Master 初见的实况的话，可以点个喜欢，按个订阅，然后在影片下方给我一点意见跟你的看法。对，就是这个样子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。Bye.